和面包饺子，除了白皮也有绿皮，菠菜汁装点出翡翠色。在这个节日期间，为那些不能返乡的人员去包这种饺子，这种温暖真的让我非常感动。白菜做内馅，谐音百财，可以祈福招百祥之财。取芹菜当主角就是芹菜饺，是对勤劳务实的祝福，也是富贵的期盼。不用老婆让下就行。沈阳瓷器人爱心耐心用心巧手捏出一个个素元宝，包装之后联系社区书记拜访长者或小孩。这次我跟你说一下，这几位是咱们社会组织叫慈济基金会的。谢谢。也是想过来看看这个，因为孩子回不来，就老人在家的这种情况。我们就是啊，代表你孩子，相当于是啊，把一份爱心啊送到家里来。谢谢，说心里话，真的很激动。应该做的。孩子不能回来。异常的春节，亲人防疫不能团圆，慈济就近关怀，送旧迎新。大爱新闻之社美职工李艳红、李立新，辽宁报道。